江西的那一天，本来以为已经没有了。OK？ 你打什么嘴？我没有真的要亲他。Ready？ 来，导演，导演要喊一下 action 吗？好，来来来，直接三二一 ，Go！ 来吧。啊，不来我来了。好了好了。30秒、50秒要开始上，就是有看到短版的，有看到，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很想看比较长一点，很想看，对不对？那小乔你呢？哦，很期待，期待，而且你看那个哦，你看那个高空脱衣的戏，对啊，在我们先到了很多地方拍，但不晓得最后成品会是怎么样，所以很期待。是，柔柔你呢？其实我第一次看预告的时候我就哭了，我就觉得。真的那么难过，我好想要继续看。你下了戏还要这么一直哭吗？我真的下了戏，对啊，哭得比上戏很深。因为他的角色就最可怜，他几乎十场，他哭十一场。哦，对啊，我想要挽回他的戏，挽回不了，我又很难过，又哭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陆思明你呢？我看完预告片，我觉得傅国峰要加油，因为真的没希望。哎呦。他们那么爱对方，真的，那眼神嘛，像是哭得那么好。但你的这种霸气式的爱也是很多人喜欢的。那我只要钱就好。哎呀。